失了绘画的目的。再后来，随着被监禁的时间逐渐累积，男主逐渐回忆起被监禁前的事情。原以为困住自己的陌生环境，其实是他前两天刚搬进来的新家，也就是说，实际上他被监禁在了自己的家里头。而这么多日以来， JK 每日都会紧盯着他吃下食物，偶尔还会询问他味道如何。久而久之，男主便发现这样的相处模式似乎有点像是自己被对方养着一样。然而 JK 面对这项感慨却是这样回答的：不用担心，我用的钱都是从我们的账号里取出来的。男主听着这个回答，再看向对方手里持有的存折，可这怎么看都应该是自己的私有存折吧。原来 JK 通过男主在 SNS 上公开的基本信息，轻松掌握了他的财产状况。天， JK 总算是做出绑架犯应该会有的举动了。可就在他持刀挥下的瞬间，梦醒了，男主被惊出一身冷汗。就在他正要起身缓进的时候， JK 突然手持剪刀站在了男主身旁。虽然对于梦中的场景男主依然有所忌惮，但 JK 似乎只想替男主打刚才做了什么梦。当然男主完全忘却了刚才无法替男主理发的失落，但是男主清楚的是这一货绝对是误会了什么。因为 JK 在抛下一句想象是好事但也要适度的话以后，就心情愉快地蹦跶出去了。监禁的第七天，眼看着被监禁的日子都要有一个星期之久了，每天最值得没有自己亲自做过饭，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天又加醋。难得有机会，男主还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从他将画拿给对方看以后，困住他的锁链长度就开始不断的伸长，如今他都能走到房门口观察门外的情况了。可这第一次趴在门口的偷窥竟然近距离看到了 JK 的脸，原来两人同一时刻趴上了房门偷窥，这个画面属实有些吓人，男主被吓得跌坐在地。带 JK 进入房内，比起男主更显镇定的他发现男主似乎有些在意房间外的情况，但男主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掌握主动权反问对方为什么会在意房间内的情况。但很快话题主动权又重新落回了 JK 的手中，他询问男主为什么会这么想。据男主解释，那是因为在这段朝夕相处中，他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长度给拉长了。这个问题一问出口，男主怎么也没想到得到的答案会是因为 JK 担心他运动不足，更希望他能倒而迟了吧。至于前两天聊过的饮食问题，虽然经过这几天的倒腾，男主发现 JK 的确是有在努力为他制作热腾腾的美食，但透过房门偷窥到的制作过程瞬间将他的期待值打压殆尽，看来想要重新吃下美味的食物还得先解封。 JK 一直潜藏在口罩下的面孔也逐渐展露在了男主面前，并且男主也在聊天的过程中知晓了对方的名字此方。随后男主将这段经历创作为了漫画中，却已经没有了此方的气息。这种突然袭来，男来电提醒对此感见过最好的只有此方。与此同时，玄怪此方的手中还握着一个行李箱，嘴里不停地教育着男主不该将手机密码和银行卡密码都设为同一个密码，尽管他忽略了借此漏洞行事的人都是他，但比起这些，男主在那一刻突然想通了，是谁将分镜发给了编辑部，还有此方为什么要将自己监禁。而这一切都在此方最后的话语中被翻上了明面，在连载之前一起加油吧老师。至此漫画第一章完结，而整体情节也开始从一个悬疑故事逐渐发展为了甜甜的恋爱故事。过去是昏天暗地的监禁，如今改为光明正大的寄宿，要不是责编来自己跳大木哎主看见你在一起就看见有想法啊，你们两组哎呦是非法组队吗？哎呦他们看来没有要转啊，我就哎呀光临一下到最后一组，到最后一组好帮手靠北被小炮手了没啥我2020难道是吧？干嘛？哎，我操！把我的枪换掉了，咋了？换我枪？打完了。打完吗？
不知道，听起来算是吧，不像吗？明显完全没有那个啥，完全没有枪声呢。有啊，一开始知道了。哦，意外。看一下，你过去啊。这就有枪声。你们都是白脚。没差、啊。不好意思跟你们讲哎。ショットガンボルトを発見。レベル2だ。好，这打完了。那我们要。很近。再跑，很近哦。要合东西吧。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走。再合。对吧？哎，旁边一堆人哦，电龙跟那个沼泽一堆人。嗯。你倒太快了，我够废。没有，他们只撞中间啊。哇！哎。他们撞中间、啊。什么新打法？嗯，蛮正常的。瞬间，十几二十、三十秒就打完了，这种。你三十秒到。至少全吗？那其实超了。近距離用 EVA8 を発見。リング閉鎖まで残り10秒。さあ急げ急げ。ショットガンボルトを発見。レベル2だ。あ、換槍。警告。リングの閉鎖が始まっています。拡張のリマガジンを発見。レベル2だ。リングが移動してる。これ挺酷。スコープを発見。ライトアームを発見。对，蛮近的。草那边吗？我靠！下雨。右边有人，我右边有人。找下。找吧。有点像。怪的，还靠这。往后。怪，我先走了，回来。那我还记乖。另外一组啊，我们是另外一组。对，还乖乖的。尽量跑吧，你觉得可以就叫我吧。来，不要过来，还在我旁边。要透视哦，靠边。可以加锁头吧？没锁头吗？没有，没锁，他锁身体，他锁身体。哎，妈的，又是一个要，又是那个挂吗？然后，但他全部打我身体，三枪完全没飘到过。要换服吗？等一下，那个会不会解吗？哎、欸，下面有人，下面有人。少，这我少。哇，他们。哇，这枪蛮疼的。上面有一组，另外一组。我知道。绝！继续绝！哇！你确定他有开？来啊！别卡我！哎，我被追了。还得追。追到了吧？感觉快。还在追耶。玩掉滑，拉电。对啊，他，干嘛？
先生霸怎么看起来好像残残？我咋知道他还他妈在这？我呀，这边有人开哭，我操！他妈的还在这，哎，终于去你们这个。哦，快点去打他们！难受。冲大，可以直走的。哇，还这！边吧，左边最近这里。哇！进裂缝，进裂缝。哇！哇哇，有够狠的，我死了。先进吧，先进圈。我死了。进圈。直接进。你们确定我要死了？没有。他跟着我飞啊！他跟着我飞啊！对啊，你看、啊。我都说我要死了，他妈的要走多远啊！妈，你这么看也像残障一样。我操！我看你走路像残障一样，那边卡来卡去。我的、啊，嗯，召唤符。哇，回到原点哎，好棒、哦！没有、啊，有加你不是吗？没有，感觉我要修了。修吧，修吧。我严重怀疑这是编辑部的新型套路。好了，本期视频结束。如果喜欢的话，还请点赞关注。可以再找一个。大木将为大家带来更多内容解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家店啊，叫做静安街大排档，来看，全部都是生的，什么虾呀、螃蟹呀、皮皮虾呀，还有血蚶，都是生腌。这个呢，也叫潮汕毒药，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再看这边，这就是鱼饭，这儿还有各种卤味儿，啊，这儿呢就是鲜鱼，还有各种炒菜。这五花八门的，眼花缭乱，琳琅满目，到底要吃啥呢？待会儿打听打听吧。要来点什么？卤鸡肠。好，大肠来一个。啊，大肠。好，粉肠再来一点。粉肠加一点。可以拼的。可以。再给我来点猪肠吧，太厚。够了吧？两种鸡挺多的。再切一点点猪肠。好。我来点这个香肠。可以了，然后我再要点这个生腌。血蚶。血蚶可以烤一小盘。好。然后再给我拼一点，我三个一拼。好。西洋菜，这里才有的。哦，那炒点炒个这个吧，试一下吧。什么菜？西洋菜。哎，西洋菜。炒一个这个。杂咸有哪些？杂咸你自己那边加吧，角落那里你东西自己加吧。拿什么盐？有炒米粉吗？那边呢？我们大家都是广州来的。啊，那我和你们一起做好不好？啥叫杂咸呢？就是各种腌菜，各种咸菜。比如说这个菜，那这个嘞？它是乌兰。乌兰，黑兰，就是咸的，就这里剩饭的东西。啊，这个怎么吃？跟豆干一样来，直接吃就可以了。你一种来一点点试一下就好。对，哪种好吃你再过来尝。好嘞。烟火气，但是呢，非常的体验。点完菜呢。
个呢就是卤味啊，比如说卤后，这个是杂菜，杂菜完了还有很多，但是呢有一个遗憾，我来这儿呢想吃薄壳，薄壳也是潮汕地区很爱的一种美食啊，也叫薄壳米，非常的小，也是路途中的遗憾，但是这些呢也够丰富了。吃之前先来一口粥，尝尝人家这个粥咋样。大名鼎鼎的潮汕白粥，看能不能喝出来啥别的味儿。哇，果然是白粥，没啥别的味儿啊，还是要配这个菜。咱先从卤猪肠，我要两种，这是猪肠，然后这是粉肠，就够味儿，里边肥肥的宽宽的，在潮汕这里随便进一家卤味店味道都不差，这卤水太，这猪肠有多好吃呢，就属于一吃就停不下来的美食。你看我有最受欢迎的粉肠，粉肠的口感呢和猪肠，这个是有点韧性筋道，浪费看潮州的广州小姐姐非常热情，我都吃白粥呢，咱再配点这个杂咸。啥是杂咸呢？就各种小咸菜，全部都是腌制的。来点这个酸菜，怪不叫杂咸，太咸了，一口下去赶紧得喝点，一碗都不够。再尝尝这个鸭蛋黄，反正就是梅子，什么李子、梅子之类的。哎，这个是啥东西？甜橘啊。啊，甜橘，金橘是吧？哦，腌制成这个样子，我以为是鸭蛋黄。不是鸭蛋黄是吧？这个金桔呢就是甜的，调节一下开胃的。也就是说呢，这些杂咸呢不光是咸，它还有甜的。再尝尝这个